沈银登提出云溪寨附近有个叫赤伞的一族，并且他前不久还见到过赤伞，用沈家秘宝重伤了赤伞，赤伞的血滴入了土中，他提议去把那融了血的土带给司藤。白金有了不同意见，他并不认为单凭一抔土能让司藤相信他们。沈银登顿时暴走，仿佛对把司藤骗去云溪寨多么的急不可耐。白金疑惑地看了他几眼，玄门众人见他如此决绝，也开始动摇。白金这天独自来到氧吧准备开直播，瓦房突然出现打搅了他，他拿出糖果给瓦房，却被瓦房以陌生人给的不能吃味由给拒绝了。可他明明连司藤给的食物都敢吃，白金气得将他赶走，他还不放过瓦房，想起他要去司藤那里，故意讲赤伞的故事将他吓唬走。瓦房气呼呼来到司藤这，看到司藤正在写毛笔字，便让他教自己写。秦放在一边看到，便将两人和谐的画面速写了出来。瓦房看到他做的画赞叹不已，忍不住想让他给自己画出白金讲的那个赤伞。司藤听到这个名字停下了笔，若有所思。瓦房回到宾馆中，严福瑞晚上吃多了，一个人出去散步，将瓦房留在房中睡觉。与此同时，玄门众人都在潜心修炼。苍红首先意识到不对，出门一看竟被重伤，他们猜测肯定是异族所为，表示要和异族一战到底。严福瑞看到这一切，心中更是恐慌，但现在异族的事情没有解决，他和瓦房也只能颠沛流离。见众人没打算告诉他发生了什么，他便回了房间。严福瑞意外发现瓦房竟然不在房中，奇怪的是他们在监控着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严福瑞和大家找了一个晚上都没能找到瓦房。这个时候沈银登走了出来，听闻此事，故意提及上次司藤扣留瓦房的事情。严福瑞一听便奋不顾身奔去找司藤，王乾坤急忙追了上去。司藤若是真的要抓瓦房，大可不必如此偷鸡摸狗。严福瑞冷静下来后觉得有道理，他帮司藤做事，没道理他还要抓自己人。就在这时，沈银登等人带着赤伞的血如织泥来找司藤。司藤鉴定了一番，却不愿当下做决定，同他们去云溪寨，打发他们离开。众人不禁猜测司藤是怀疑他们了。心急如焚的沈银登不服气，立马掉头去找司藤问个清楚。沈银登给秦放发了信息，要和他单独聊聊。秦放犹豫着还是给司藤过目，司藤见他表现不错，大方放行。秦放一走，司藤就把躲在暗处不肯离开的严福瑞叫了出来，得知瓦房是他在苍城山里捡到的，他将瓦房一点点养大，如今找不到焦急难耐。司藤见他这样哭哭啼啼，便说要跟他去宾馆看看。这时候秦放打来电话，让严福瑞帮忙带下钱包。
司藤彦反审银灯，故意不给他钱包，意外发现钱包中藏有陈婉的照片，可陈婉和审银灯一点都不像。司藤像是明白了什么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秦放再次打去电话，司藤便已经改变主意，告诉沈银灯自己立刻要去云溪寨。苍红重伤在床，他委托自己的徒弟王乾坤一起前去云溪寨，白金无条件支持他带队，玄门众人也只好答应。晚上玄门众人回到房间后，司藤在宾馆一番查看，但并没有把瓦房找到。司藤私下告诉了秦放，担心严福瑞会哭，让他委婉转告严福瑞。瓦房已死，秦放和司藤都于心不忍，司藤更是要找赤伞为瓦房报仇。秦放带着司藤来到云溪寨，秦放担心死的危险，万一有意外他们没有准备。司藤割了一段自己的青丝，让秦放去见沈银灯的时候带着这个。秦放说到和陈婉长得一模一样的沈银灯就有些毛骨悚然。